你受伤了？德兴军那家伙，你为什么都不告诉我？我就离你那么远吗？剩下的日子，全心全意地喜欢你，不可以吗？元国皇帝御立德兴军为王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还有别的办法。的确是有，元国的侍臣想要得到医仙，我们恐怕得要逃走了。我的医仙逃走了，让所有的杀手跟猎人都知道，凡是活捉医仙的人，赏银千两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永德虾红素叶黄素神医。